这边要怎么贴？珍珍姐姐在做什么？胶带吗？嗯。我昨天胶带给小叔。我把你胶带给小叔，你不会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很不幸运，你在那里贴什么？嗯，要贴春联。哇，都粘在一起了，你撕一段给他好了。贴春联很好玩耶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孩戴帽子耶。那这个给你。这个给我吹喇叭吗？不不不。这个给你贴春联。啊，不不不。这个给你贴春联。我是贴春联。我是乖乖。我是小乖。为什么晚上这么想睡觉？天嘟嘟嘟。妖怪贴春联。为什么都摸我的屁股？我在跳芭蕾舞。像恩恩姐姐一样在跳芭蕾舞。好，维尼，你要不要跟春联照相？没，没有。换谁的？换掉。